老师你好。王老师你好。我请你吃火锅。我不喜欢吃火锅。我是美国人，我喜欢吃美国菜。我不是火锅人，我不喜欢。不是火锅，是火锅。First off, 火锅 ，hot pot。Hot pot， 哦，火锅是 hot pot。好，我喜欢吃火锅。我们星期五吃还是星期六吃？星期五怎么样？太好了，你请客。哎。